国民党云林县议长苏金煌突然宣布参选沿海区立委，引起了云林政坛的一片哗然。而地方传言是县长苏志芬策动，不过苏志芬坚决否认。另有一说，则是跟云林县农会总干事一职有关系。当过两届四湖乡长、四届县员的议长苏金煌突然宣布参选，震撼云林地方政坛。真侪乡亲哦，伫咧鼓励，啊，我是长期的思考，是甲昨日我才做决定，绝对也无针对何一党、何一个人，国民党一定袂讲由我来代打，所以我应该是发动参选。苏金煌话说得很硬，直接冲击张家俊的选情，让国民党云林县党部一个头两个大。到底什么原因让苏金煌下这样的决定？外传是县长苏志芬背后策划，但苏志芬举手发誓坚决否认。外传这次斗六市长选举，原本担任县农会总干事的谢淑雅当选后，总干事一职各方角逐，苏金煌的儿子苏俊豪也有意争取，但传闻这个位置张系另有人选安排，苏金煌帮儿子争取职位不成，才会份额参选立委。不过也有政坛人士认为不太可能，上基本的管农会这理事的这是这代表，不一定要跟委员互动，我看这两年嘛还能跟伊互动，所以这个可能性是没。民进党云林县党部评估，苏金煌参选对民进党有加分。苏金煌一定比较立范立这边的，跟咱这边关系哈不错。啊，主分来认识他是国民党阵营嘛哈，他的基础实力嘛足好诶，所以影响大家可以说举足轻重嘛哈。那这种情况下来，对民进党是有加分。苏金煌前不久才刚接下马武云林竞选总部主委，突然宣布参选立委，冲击的不止张家俊，恐怕还会影响总统选情。民视新闻中部综合报道。好，请无啦，即摆唔是啦，但即摆还阁聊清上个时间。啊，你遐济人啊，拢啊袂好解，你这聊清上。聊清上时间。咧时间，咱嘛是遐聊清上个时间，你咱嘛是遐讲个够。即摆就是发这些。来表，你即马是干呐？你想要冲着表观念啦？所以人吼，卖来去投啦！天，咁真正台不干呢啦！走啦！哎，干嘛？哎，干嘛？来啊！啊，大家坐啦！你来，你又干哪出来？干你娘都安出来啊！大家请坐哦、喔！大家请坐啦！哦、喔，这咱照这个议事规则哦来处理啦！哈、喔，大家照议事规则来处理啊，讲的就好。啊，这讨论我……那做兄弟啦，来啦！你都讲公开语话啦，我真拢唔敢咧。你当作啦，状元啦，细汉。我问廖青松议员。咩啦？廖青松议员，我甲尊重我，我也甲尊重。那椅子照关起来了，坐好了清点人数啊嘛，爱有四个人的这个富裕啦吼，这是议事规则啦吼。啊你这个，你我代你主持啦，啊两个太侪啦。我代你做你尊重，我从不代你尊重。哦，啊同。但是最后我希望卖表决啦吼。我希望卖表决啦吼，看会当抚慰和谐，大家检讨好未啦吼，这是我的。对啦，你休困，过来，我主持人，你休困啦。云林县议长苏金煌宣布，后届无必继续参选县议员，要推出伊的后生来代替伊出来参选。已经70岁议长苏金煌表示，伫政治这条路毫不相亲，要30年，现在也爱好少的人一个机会。那要交棒，还有后生苏振和，强棒出击。乡亲对我吼，这尼啊期待，
所以我为着要报答乡亲，特别爱接班给我的后生苏俊和，因为俊和啊是读这个吼硕士毕业，伊是公共关系，等于是政治的，搁咧读博士班，对伊的经历、甲学历、甲伊为人的这个处事的诚恳啊，甲做事的努力啊，我相信伊会当哦接我的棒，继续来为因乡亲服务。县议员参选人苏俊和表示，伊参选的证件有14项，这里面有88所金红林来进出的。云林县的160线，从那个飞沙树乡的飞沙到那个溪底村，这总共向中央争取5亿5000多万。博子寮渔港的这个苏俊，总共有7000多万。啊，这是我爸爸当议长的时候有向当时那个行政院的院长有向他争取。那目前这笔款项已经到县政府，那目前是处于发包设计的一个阶段。那另外其他的还有12项的那个证件，是我个人在这段时间的观察，不管是人口老化、外配，还有我们沿海教育资源贫乏，还有观光资源也比较贫乏，但是沿海的观光是很值得、很有潜力去重视、去开发的。苏俊和表示，现在伊也要靠家己实力为年底选举努力，延续爸爸服务乡亲的热情，好少年人继续为沿海乡亲服务。记者郭永平采访报道。